本期讲解一个知乎答题玩法，每天轻松三位数，小白看上手这个项目。知乎这个项目很多人应该还不知道，目前做的人比较少。知乎平台单价比较高，平台没有任何数量限制，只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知乎项目的原理、项目的实操教程、知乎的变现方式都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一个可以长久操作的项目啊，因为这个题目的话题非常多啊，非常多，可以一直回答，应用的是 AI 教程 AI 类回答，非常简单的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知乎答题玩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